好，大家好，我依然是追影，现在继续我们的拳皇2002风云再起加强版的对决解说。现在一批琢磨，二批草剃，我们来看精彩的对决。草剃偷下反，直接上连招轰起来。哎，没有连到啊，如果连到以后可以再接一个大蛇剃啊，但是他没连到这一次。哎，又偷下反，直接再上荒咬疯狂连起，又偷下反，这琢磨哎，这是忘吃不忘打呀，忘打不忘吃。一个圣龙稳稳打中，现在进行到第二场。克拉克先针，一个毒了毒被废，哦，再偷下盘，继续偷下盘，上荒咬疯狂连起，我去，克拉克爆摔，一下摔死了吧这个草剃。现在看金加帆也是现身，也是非常强的人物，连招走起来，一套12连，克拉克已经掉血过半，克拉克再次爆摔，摔起来，哦呀，上弹就等他蹦呢，他还真蹦起来了，这克拉克，我也是醉了。好，上肩一下，要被踩死了啊！这克拉克直接再掀一下，现在七甲射现身，偷下盘上连招，没踢起来，这个时机踢的不是很对。金加帆再次上连招，再上线，这样是踢不起来的，只不过看起来帅而已。又踩，好，金加帆再次走起来，上必杀没打到，金加帆再次走起，一个上挑拿下。